你们是怎么知道公交车上有炸弹的？你们又是怎么知道张警官的联系方式的？这个是张警官自己告诉我的。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你们之前就认识？我们算是认识吧，但这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。 那个张警官，他现在已经牺牲了。你们必须如实的告诉我你们知道的一切。 你们回答我。耗了一下午了。 你就真没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？关于你女儿的事儿，也没什么想告诉我们的吗？这场爆炸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除了陶映红以外，有没有其他同伙？你是否安排了其他爆炸点？ 陶映红还好吗？ 是因为车上那俩警察没下人，早就断气了。他说那两个警察是报警的两年轻人吗？你说的车上的两个警察是那两个年轻人吗？我想知道，你们可以一直跟踪我。 可当初我请求你们查明蒙木子印真相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草草了事？陶云红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5年前王木木案件的所有资料。只要你配合问话，我们是会把所有事情查清楚的。我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是我自己的主意。 炸弹是我自己做的，是我自己把他带上445路公交车的，跟王新德没有一点关系。如果你们觉得一定有，因为我们是夫妻，那他也是被迫的，因为我想让他和我一块死。唐云红，你心里有恨，我能理解。你能理解？